欢迎翻到嚟电视捞饭，我系文熙，喺我身边继续有凤欣。Hello， 文熙。Yeah， 头先咧就讲到话，哇，你真系喺监中咧经历咗一个大扭转啊！亦都得到咗一句好美丽嘅说话啦，就系、是、啊，你可以喺你最羞愧嘅事情上，反而系去你要讲出嚟，去做服侍，去祝福人。咁啊，离开咗监狱啦，其实有啲咩变化呢？即系你翻到屋企啦，翻到屋企咁嗱，首先我工作啦，我唔可以再做教师啦，因为我即系犯过呢一啲嘅刑事嘅案件，咁我都感恩啦，都可以继续都教琴，系咁啊，即系样样都做过好多嘢嘅，有去伴奏啦，即系好多嘢都放低自己去愿意去做的。咁同埋一翻到屋企，其实我就想让自己咧，即系做好翻自己嘅角色，即系无论做系啦妈妈啦，无论做老婆女啦、老婆啦，同埋我身边啲朋友啦，咁样我都想好想即系去做翻好自己先，因为我成日觉得讲冇用嘅。我怎么说、哎、我会做好了，我做好了，我会改过，我会改过。走回出来先，即是用个行动来到证明啦，这样。因为当时家人都很难，即是很难再去有回个信任，因为他曾经都是已经去到你说的大话各样东西造成一些伤害，他们都要时间疗伤。是啊，很大的伤害，还有那个是历时不短的时间嘛。那我不能够即是妄求家人一时三刻就立刻要信任我的，所以呢我特别头几年的时候啦，咁我真係哇好，即係我都觉得自己好嘅，即係每一日咁啊喺屋企相夫教子咁样，即係因为我以前即係成日都讲啊呢个就係老公，即係每一日咧，之前我倒紧嗰阵时咧，佢晚晚都等我开饭，哦，煮好晒。但你说你会去到打到凌晨，是啊，咁佢晚晚都失望咯，即系系啦，即系呢个唔得咯，咁但系到我翻出嚟之后咧，咁我晚晚都喺屋企等佢翻嚟食饭，教阿仔功课，成个阿仔嘅小学我都陪住佢咁，咁跟住有一日佢就同我讲啦，老婆啊。你仲好过坐监之前啊！哇，咁我听到呢句说话咧，我都哈利路亚赞美主啊！即系我其实我谂啊，自己坐咗监之后，我仲唔知我喺我老公心目中系咪仲系咁如珠如宝咧？咁我觉得哎呀，佢即系好感恩，佢就好似上帝。即系派嚟嘅一样，我成日觉得，即系神会对我哋系不离不弃，佢都系咯。因为佢喺嗰阵时，你自己都唔敢去评价自己啊，但系唔敢噶。喺丈夫一个观察你一个第三者嘅角度，好紧要啊！呢句说话系啊。咁跟住咧，我哋我咪话咯，我其实十年前啦，而家讲翻，咁啊即刻投入喺更新会度侍奉啦。即是 去做义工啦，咁我哋一路相处好多更新嘅人士，我先生都好接纳，佢唔系净系接纳我，后嚟咧接纳埋其他，即系我哋一班嘅一群嘅更新人士，咁早排佢又讲啦，佢话哇，你哋更新咗嘅更新人士，真系有阵时俾。外面的人更加美丽啊！他又可以这样鼓励到我了。跟着呢，我们一起去服侍的时候，其实我仔仔都一起的嘛。初时他就不知道的，因为他以前不知道我是即坐监。哦，他一直都不知道。当时他事发坐监，你离开了家一段时间。因为那时他得五岁。咁我哋冇特別解釋嘅，咁啊嗰陣時就同佢講啊，媽咪出咗去做嘢咁樣。好啦，咁翻出嚟嘅時候，佢又見我喺更新會，
咁後屘又去咗一間教會咁樣，啊，好好好喎，咁但係咧，佢有一次都問過。媽咪啊，最屘你識埋嗰啲咁多朋友咧，都係坐過監嘅咁樣，係啦。咁有一次到咧，我哋覺得都係上帝嘅時候啦。咁，因為嗰次要翻澳門講見證，佢又去，跟住佢話：媽咪啊，我都要聽你講見證啊嘅時候咧，咁我就覺得啊，唔可以隱瞞佢啦。嗯，同埋我覺得即係呢件事咧，即係最終佢都會知道，我唔要佢喺其他。人的口中的口中或者 source 都知道，我一定要他呢是在我口中讲出来的，所以我就鼓起勇气告诉他，他当年现在讲的即应该是10岁左右，哇，9岁10岁这样左右，不容易啊，他呢就啊，跟着他就说啊，即当然他明白了，即之前可能他也有一些问号，他说即有些问题，他即是知道了，这样原來爹哋之前入去探我的時候，他已經覺得有警棍了。哦，因為當時咧，通常咧，小朋友，我老公是星期六嚟探我的，嗯，咁佢問爹哋你去邊啊？咁我老公就話爹哋翻工咁樣。咁但係佢一出咗去，出咗門口時候咧，佢就同我媽講咯喎，就話爹哋講大話，佢都冇。拎工時結，哦，好好笑啊！咁原來佢話佢嗰陣時可能已經有個謎噶啦，即係心裏有個謎咁樣。咁跟住慢慢咁，佢話啊，原來出翻嚟啦。咁我同佢講嗰日，我就話你原唔原諒媽咪啊？咁樣，咁當時時佢咧就話我原諒，係啦，耶穌都原諒人。70个7次啦，咁只要你唔好再犯啊，咁样佢提住我，只要你唔好再犯啊，咁而家佢都好紧张我噶，哎呀，即系而家有时我出咗街啊，即系咁咧，佢咧都会咧啊好关心我嘅，嗯，佢咧即系而家系有阵时负责做 check 住我嗰个嘅，即系事隔咁多年，其实佢知道妈咪做紧乜噶啦，信任嘅，不过咧有阵时佢都会好 care 我咯，佢都會打電話問媽咪你喺邊，係啦，翻嚟未啊？開飯啊，食飯啊，咁樣啊，嗰啲係啊，咁事後佢再即係我都有，因為佢有時都會一起分享見證，佢講出嚟嘅時候話當刻其實佢都係晴天霹靂嘅，當然係咪啊？係啊，當然佢都要哇，都要。去嘗試啦，即係都要去明白同埋去即係去諒解媽咪啦咁樣，咁但係佢都係原諒嘅。嗯，咁係啊，小朋友做到呢樣嘢係好成熟、好成熟嘅一個表現，真係。你佢又唔會呃你噶嘛？係，佢唔會同你兜圈，亦都唔會同你乜嘢，佢可以講得出啊70个7次嘅原諒，係。咁我好感恩佢都即係唔介意，因為有啲譬如我哋跟新人士啦，即係我哋出嚟講見證，咁其實屋企人有一啲咧都可能會介意噶嘛。喂，阿媽你唔好出去講啦，你即係我啲同學識你噶嘛，或者點？佢完全唔介意，支持係嘛？佢仲最近喺學校度，佢自己講將我見，即係將佢嘅見證，即係當包埋啦，我哋一家人講，我好感恩，即係佢係。完全是不会觉得这件事是不好的。当然他也有说因为妈咪改变了嘛，即到后来我们要全家我们都有份要去拍见证啊，牧师也有跟他祈祷 Brian 是啦，即我姐姐 Brian 你介不介意啊，你怕不怕可能会有很多人讲嘢嘅喎，好多人可能有啲负面啊，系啦，未必系个个咁正面嘅喎。喺教会嘅时候就正面啫，可能有啲人出边人有人话你妈咪嘅喎，你点啊？佢话我唔惊，系咯，跟住同佢祈祷。咁同埋我哋即系呢7年啦，好感恩就系我去咗一间好适合我哋嘅教会。哦，呢间教会里边咧就系、是、一个团契啊，一个群体咧。就是帮我们一些的过来人的求助者的、哦、
包括我哋哋曾經係賭嘅，同埋家人，咁所以我先生都係一齊翻嘅。咁我哋翻都踏入第七年啦。哇！真係 tailor make 俾你嘅一個小組喎。我覺得上帝真係好愛我哋。係啊，有好多心情，我相信我哋係啊，係啊，唔係個個都完全明白，但係你哋就係個背景真係好相約嘅時候，你哋就會有好大嘅共鳴。是啊、会知道怎样去扶持住彼此。是啊，而家就一起去同路咯。个个礼拜都翻嘅，我哋琴晚先翻完。嗯。都想讲翻啊，以前我就系将嗰个 priority， 神、教会、翻小组摆到好低好低噶嘛。嗯。得闲就翻啦。系啦，而家唔系啦，而家咧摆到好高嘅。嗯。有阵时讲翻好，仲好少，好似翻即系。即好似仲好似翻翻舊本咁咧，以前因為嗰啲冇翻嗰啲，我食、哦、以前成十年，係啦，即係翻咗成十多年教會，嗯，都冇翻而家，即係翻，即係我後屘一翻就翻好多啦嘛，咁樣嗰個質素係嘛？係啊，嗯，質啊量啊都係咯，嗯嗯，因為我知道上帝係我真正嘅幫助。嗯，咁你哋譬如依家啦，其实即系你会唔会都话啊？有阵时其实都好多诱惑啊，或者其实有好多嘅即系心灵上面，其实都仲会有啲挑战，系要互相即系帮下睇啊咁样噶。所以有团契咧就真系好啦。有阵时我哋都会有啲弟兄姊妹或者真系有啲软弱嘅。其实我哋去咗呢个团契，牧师话唔系净系话去戒赌嘅，戒赌其实你可以讲难，亦都可以讲易。你唔戒赌啦，好啦，咁但系我哋都仲有好多问题要处理噶嘛，嗯，系咪啊？如果我仍然系好似我以前咁，我唔戒赌，不过我仍然好自我，我中意做乜就做乜，忽略咗好多关系啊，系啦，咁都系唔好嘅。咁所以其实我哋喺团契度好多嘅。即是提醒啦、警醒啦，不论话就算系啦，你问我而家仲会唔会啊心思思咧，谂下咧咁，其实初翻出嚟都会嘅，都会有嘅。我记得仲初时仲系想买六合彩嘅，因为我个心里面唔系想话再赢啲咩钱，我系好想咧还翻啲债俾我啲即系债主。嗰阵时咁谂啊，哎呀，系啦。我不是賭，不過我想買回六合彩。最快的時間。是啦，有沒有啊？咁我都買過的。咁但是呢，嗰時跟我即係更新會的導師分享，就係話神如果是要幫你，同埋神不是要用呢些咯，唔係要用你呢些咯，即係呢啲方法咯。嗯。神會幫你的啦。你要有信心。係啊。嗯，靠住佢啦，先至可以得胜嘅。之前嗰啲经历你咪试过嘅咯，得咩？系咯，唔得噶，系啦，亦都翻系翻转头都系冇用嘅。啊，哇，真系好感恩你身边有好多嘅老师，又有好多嘅同行嘅人咯。系啊，我头先讲紧嗰啲全部，我而家都仲有同佢来往嘅。当年喺里边。鼓励我的导师，嗯，亦都你而家都会同佢一起同工啦，系啊。下一 part 咧，我哋再睇下，嗯，你哋依家系做紧一啲咩嘅服侍啦，同埋啊，有啲咩心得可以 share 俾大家听。